呀，人生亲像是电影，一幕一幕啊伴，行过路遇到的风景，有时精彩，有时假假的惊吓。新的故乡，一笑搁一笑，人生悲欢岁月，何必盘山过岭？有时爬行，有时轻松路行，一步一脚印，拢爱小心稳稳。准妈妈，较紧啦，烤地油面线啦，趁少食啦，来啦。你是安怎？你是心情无好，哪咧吐大亏啦？安尼对宝宝无好呢。我是咧烦恼，囡仔出事以后是要安怎？什么以后要安怎啦？啊，我毋是足认真咧做事，啊，薪水嘛拢有交予你啊。而且我也无搁咧播啦。我知啦，我毋是咧烦恼这個，我是咧烦恼。啊！囡仔出事，若要报户口，父亲是要写什么？啊，父亲当然写我啊，杨振奇啊。啊，你是安怎袂晓写吼？我当然嘛知杨振奇要安怎写，迄是法律规定哦。囡仔若是非婚生子女，父亲的栏位哦，都爱写父不详。什么父不详啦？父不详是啥啦？啊，意思毋是偷生。就是安尼，我毋才烦恼。啊，囡仔毋是无爸无母啊，哪会当互当作是偷生？我知啦，我著甲离婚证书掠掉吼，著当作咱无离婚就好啊。哎，代志哪有遮尔简单啊？哦，实在，上无啊，嘛还阁办一届结婚登记。哪会无简单？安尼毋是解决啦？你哦，搁把手指刮起来啦，咱搁结一届婚就好啊。你要我嫁你一摆哦？那安尼，你会当我要做啥物？那伊搁娶着你，你叫我去后外口，我都快吞落吼，我拢甲吞落啦。我是要你吞，我都快要创啥啦？你只要。做一件代志来表示你的心意就好啊。什么代志啊？我爱你去向爸妈搁提亲一摆，你敢做到？安尼我也是来吞好多摆好啊。爸。饮茶啦，这声是要安怎啦？
哪会这紧阁有囡仔啦？阿妈，既然有囡仔，恁就答应阮，阁有阮结婚一届啦。结婚，结了阁离，离了阁结，我的面子哦，拢互恁卸了了啊！这阵仔来哦，我是要来共徛起啦。爸，这届我会负责啦，我会照顾好春妮甲这个囡仔啦。负责？你敢出你去嘴尔啦？等你当时才照顾阮春妮啊！我真正拢有咧做啦，啊无你问春妮嘛。爸，伊讲的是真的啦。阿吉即阵嘛，拢有真认真咧做事，伊赚的薪水嘛，拢有交予我。我相信，伊真正为了巴肚内底个囡仔，特地干我。讲安尼哪有影啦？啊，无敢讲要予这个囡仔变做私生子哦。春妮啊，你是有够戆个啦！你是无应该哦，搁生一个啦。到时啊，伊若搁唔负责任啊，啊，这个囡仔有足可怜的。爸，虽然我甲阿吉离婚啊，啊，不过搁较安怎讲？对囡仔来讲，还是同一个爸爸，同一个妈妈。万一阮个若是真正分开啊，啊，以后叫我个囡仔爱去认别人做新的爸爸、新的妈妈。啊，恁囡仔毋是搁较可怜？一切拢是为着囡仔啦，你着答应啦。阿基啊，若毋是为着这个囡仔吼，我是无遐尼简单就原谅你啦，了解无？爸，我了解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因母仔囝啦。你讲遐算话哦？会啦。我一定会讲话算话啦，我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好爸爸。好啦，我忝啊，后壁的代志哦，你要跟你妈妈商量啦。我较袂读，我无想要行来行去。好啦，阿婆，再食啦。多谢。食看卖啊，这桥你爱食哦，啊我炒较无咸啦。啊这蚵仔嘛是啊，你看。嗯，好食。好食哦。林春妮的家属，哎，我就是啊，我就是林春妮安啦。您好，是个男孩，母子现在都很平安，恭喜恭喜。天公伯啊，多谢啦。你儿子现在体重3260公克，身长53公分，血型 O 型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到恢复室看你太太喽。哎，你稍等，你稍等呢。啊，你是护士呢？啊，你哪会认唔到啊？搞错什么？你看较详细啦，你认对啦，这不是我的囡仔啦。我看看哦，林春妮，1954年次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错啊，婴儿性别是男孩，重量3260公克，血型 O 型。你什么东西啊？血型 O 型啊？说什么？我是 A 型的。啊，阮某 B 型哪有可能生一个 O 型啦？不是啦，先生，你不免解释啦。你听我解释啦。我阿伯，啊，你即摆意思是安怎？若不是你认着，你是讲阮某在外口敢唔偷生哦？少爷，外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家吵。外面有个疯子在闹事，我们先不要出去。这下听起来，哎，叫信仰正气。
这囡仔一定不是我的啦，我搁咧笑命命。你是老白讲啥啦？就是你唔才甲伊家伤着，搁笑得咁快，害我就去甲明勋寄伫阮姐遐。你上好甲我老实讲啦，这囡仔到底是谁的啦？你是咧起笑、喔？这囡仔甲你生到这共大嘛是你的？都一样啊，骗笑。我是 A 型，你是 B 型的，啊明勋是 AB 型，你即马甲恁妹生一个 O 型的，谁的？一定是去偷生的啦！这种代志我唔知要怎甲你解释啦，非得我无去甲人乌白来啦，你是唔是啊？睡在你啦！想袂到你真正咧外口敢有原来啦！你今仔日吼，你若无甲我讲这囡仔谁哦，你咪要甲伊同归于尽！你先走啦，手走啦！好，你莫做梦，我找人来证明啦。啊！你要找人证明你掀什么电话簿啊啦？啊！我当然找一个无熟识人，才当公正客观。喂，你好。小姐你好。我想要请问你囡仔血型的问题啦。你是要做亲子鉴定吗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要问你问题而已。请问有什么问题？我想要请教你吼，若是讲囡仔的爸爸是 A 型，啊妈妈是 B 型，生出来的囡仔是 O 型，安尼是正常的对无？哪有人安尼问啦？你安尼讲，不是叫人照你的意思回答？小姐，歹势啦，囡仔的爸爸哦，拢唔相信我讲的，你敢会当替我家解释一下哈？无问题，安尼你请来听电话。好，谢谢哦。你家讲啦。喂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合格的医师检验室，我姓张。你无甲阮某串通好吼？我甘愿吼，你莫相信恁太太。为什么啊？你想看咩啊？你若无相信恁太太，你是毋是著来阮的检验所检验？安尼，我著有钱通赚啊！你敢知影做一届亲子鉴定啊，啊万二块呢？万二块？哦，哎，这贵哦！无贵啦，开万二块买一个安心，足俗的啊！安尼，你敢要做看咩啊？无啦，啊你先回答阮某的问题啦。无问题啦，徛伫个专业上吼，爸母一个是 A 型的，甲一个是 B 型的，安尼什么血型的囡仔拢有可能生会出来，安尼 O 型的话嘛是有可能的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你无骗我？我骗你要创啥啦？啊无你来阮检验所检验啊，万二块不含税哦。唔免啦，啊先安尼啦，多谢啦。歹势啦，你莫生气啦。恁爸爸哦，无知识啦，伊不爱认你哦，咱嘛莫认你啦。歹势啦，走啦。慢慢啦，爸爸。无采我，搁伫阮爸妈面头前一直讲你的好话，搁戆戆相信你是一个好爸爸，唔只讲讲。我当然是一个好爸爸，我一时误会尔啦。你安尼算啥物好爸爸？家己后生就当误会，连嫁恁两摆某你拢唔相信，算啥物好爸爸？替你生囝，我实在足无价值嘞。好啦，你较细声，你安尼惊你囡仔啦。伊就毋是你的囝，你也袂唔甘啊啦。什么毋是我的囝啦？哎，你看伊迄目睭甲鼻仔，才生我着。啊，这缘投毋是我的，是啥个？即摆佫生你啊？拄则毋是讲我无生？
我是讲伊血型无型啦，生了是有够型的啦。卖插伊，哟，够老傲。愈来愈缘投啊，你吼。爸爸回来啊！李生，哎，辛苦啊你。那会啦，来啦。回来。妈妈。来啦。这个月薪水吼，啊内底吼，搁加一万块啦。啊，那会加一万块？你去跋筊？妈妈。当然不是啦，我即马吼咧做小包啦，啊这头家先付我的定金啦。小包啊是啥？哇！啊，你即马毋知恁翁偌厉害哦，恁翁做土水哦，是做了偌好，速度偌猛呢。啊，迄头家就甲我讲啊，讲我若用找到其他的师傅啊、小工哦，伊要甲一寡工程包给我做啦。免两三下，我就甲人拢找着啊啦。啊，头家吼，伊看了偌欢喜，就马上付定金给我。包工程是较好赚啊，啊，不过你安尼责任嘛变较大呢。嗯，好赚就好啊。拜托，我阁两个囡仔爱栽培呢，对不？李迅，爸爸才教着吼，咱以后吼该加菜吼，好不？加什么菜啦？串串的吼，把囡仔带出来，我请伊食饭啦。你有好好读书无？妈妈，妈妈风筝，我买去。来哦、喔，来买风筝哦、喔。买风筝搁较开钱，安去上溜滑梯就好啦。哎、欸。哦，看买什么款的？看卖就好啊啦哈！哦，这两只拢这老贵。来，看卖就好啊啦。恁两个，来，恁两个提这，提去耍。头家，恁两只算你啦，一只百五哟，一只算你二号就好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走一个啦。啊，无难算的啦，目镜开一只啊，算两百就好啦。哦，好好好。头家多少？别别别。哎呦，你哪会着买甲两个啦？买一份公仔算就好啊。安尼较袂差啦。是无偌济钱啦，啊，不过咱还是较俭咧啊，日子也毋是偌好过啊啦。啊，若安尼，因的欢喜闹啥啦？唔卖遐熬念啦。对啦，啊，你毋是讲有只新的工程，啊，钱哪袂落来？哦。迄钱我请工人唱歌啦。你哪就爱安尼开钱啦？你当初是包工程，就想要赚较济嘞啊！啊，你今摆呢，全部五时间去应酬唱歌，你钱开开还细哦，啊无你做土水才有赚了济呢。你是八成啦，我今摆咧社会要甲人徛起，就是爱安尼啦。尤其我阁是做头的呢，啊当然要请人食一粒饭应酬一下啊。啊，人毋才缀你缀会牢，啊，你交代的工课人毋才做会好，啊，你查某人毋办啊。师啊，阮这个你吼，真是足好铁啦，拢有等出来甲你见世面。对啊，师，很多吼，内底迄个小姐啦，年年甲你念条条啦，我要做伊世面，啊，你若无讲你来买啊。我哪会堪的啦？我厝里吼，搁有一个阿姨。对啦，使遮厉害，是阿哪讲讲你啥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我手头有工程在做，啊，趁钱好开呢。啊，伊是咧讲啥？啊，头家啊，工程包你做。嗯，啊，无包我做钱包啥？咱六七三哦，甲阮一起回。来来来。我甲你讲，恁要啉啥哦，就去关；，啊，要唱歌的哦，就去点啦。啊，拢互恁啦，拢互恁啦。我做啥啥啊？哦，来，敬啥啊？敬啥？来来来，可以可以。
你是怎才算到今麦回来啊？啊，我做事较辛苦，去唱一下歌，送一个是袂用的哦，黏黏黏的。你要哪像水仔你啊？啊，不过明勋哦，幼稚园要六岁，你收提钱回来无？钱可能无够啊啦。钱哪有可能无够？你毋是才拄领薪水？啊，你是无听着我头拄仔讲我去唱歌。哎，你唱一个歌开几万块？啊，明仔载厝租搁要收厝税呢。好啦，我明仔载再搁去找阮头家，借后个月薪水安尼用的呗。啊，一转来就念。啊，后个月毋着拢食煞。头家啊。歹势啦，啊，阮某无钱用吼，叫我来甲你借钱薪水啦。借钱？啊，恁这小工的薪水毋是打发过？我知啊，啊，这届吼真正无同啦，我厝的雄雄有急用啦。不过借钱一边是无要紧，但是阿奇啊，咱讲真嘞，爱有俭才有底，你爱学养俭才会使啊。我知啦，安尼啦，先干来先借一礼拜。三姐，你爱算一礼拜的钱给阿奇，啊，你签收者。啊，头家，多谢哦。啊，赚是要赚到当时啦。真正上歌较紧。仔，啊，今日你无要去唱歌哦？无爱唱啊啦，搁唱。啊，唱歌遐个查某实在有够敖，啊，钱一下久了，阮勤去啦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无钱吼，咱为别个所在吼，较勤转来。啊，是要去倒位勤转来啊？我听讲，迄三脚寮新开一间饺子啦，你去问问一下，迄阿明西看咧倒。老爸，今仔日无来咧，伊昨嘛无来啊。迄块一定就是搬夜饺，怎唔来做事？不要紧啦，师，我去找阿明西因个小工探听哦，因个小工一定知影所在个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师来夜饺吼，请恁食红。好，多谢师。师，行，来食物件。奇怪，我这暗暝恁爸爸要转。工地拢下班啦，无人接电话啊啦。妈妈开灯发了暗暗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先卖看者，来哦，跟他讲，进来坐好。规暝拢无转来，明勋，我起来，明勋，你好，是恁头家，头家，你好，我杨振景太太啦。哦，你来帮亲大哩？啊，唔是呢，啊杨振景伊昨规暝拢无转去。我才来才找伊的。
这其实在创啥？赵姐，妈，你找杨振奇小工过来。一几个查一定唔知去走去大会场，就讲杨太太，昨昏杨振奇收工了，借一身水，这件代志你知影吧？啊，歹势啦，啊，着厝内底有急用，歹势啦。OK， 来，我问你，昨昏恁几个对阿吉西去啥物所在？今拢中昼呢，伊到今仔未出现。我毋叫西爱回来啊，啊，毋过伊着讲，搁互伊算一摆就好啊。啥也知伊会拖到即马，搁还袂回来。你是讲杨振奇去跋筊？靠杨振奇，够强！硬要走去跋筊。妈妈，我头就听的。你去头壳听？嗯。哎呦，安怎会这烧啦？姐啊，饮茶啦，多谢啦。你姐之前讲过，叫我袂当阁甲恁斗相共啊。伊若是知影杨振奇阁帮恁母仔走去跋筊，伊一定阁甲恁骂到臭头的。你莫甲二姊讲啦，啊，你嘛莫甲爸妈讲，阿妹因的烦恼。安尼，你拍算要安怎？明勋的学费是当先欠的啦，啊，不过你看何清，伊即马发烧到安尼，你敢会当先借我钱？我带囡仔去看医生。你放心啦，我连伊着陪你佮何清去看医生。多谢你。啊，毋过我感觉二姐讲嘛无毋对啊。恁嘛袂当讲安尼天生杨振奇啊。伊有佮总是无人爱出来负责任吗？啊，杨振奇即马跋筊跋到毋知影人，我是会当安怎？杨振奇无要管。因娘家总是有人爱出来倒处理啊！伊声声句句讲恁阿细娘，总袂当啥物代志拢靠咱林家，敢毋是嘞？啊无，你看有啥物办法无？我是想讲，我连咪先带何清去看医生，啊恁先去找恁大家，甲因囝的代志甲伊讲，叫伊哦先摕一寡所费，互恁过日子啦。哪有可能啊？阮大家也无认我这个媳妇啊啦。见面三分钟嘛，何清嘛是伊的孙啊，我着唔信哦。有人把恁家己的孙，好啦，这件代志早晚嘛爱面对。我等下就去找阮大家，阿父亲才麻烦你。好啦。妈，有人在无？妹，我想要找妈，伊敢有在？阮妈无伫个啦，还佫有，莫乱叫。啊，毋过我有代志想要甲妈参详呢。有啥物代志，佮我讲嘛共款。是安尼啦，杨振奇伊去跋筊，已经两天拢无转来啊。拄好即个时阵，囡仔又佫破病伫个发烧，我是真正无钱通带囡仔去看医生，才想讲要来找妈甲阮斗相共。你莫骂弟弟叫啦，阮妈无你这种媳妇啦。恁会当无认我袂要紧，啊，不过你袂用无认杨振奇的后生啊。我拜托你，你敢当借我一寡钱，让我带囡仔去看医生。你有讲唔对哦，你是袂记得你当初是安怎怪罪我阿兄的？你即摆搁再来爱阮斗相共？
恁对我袂谅解，啊，不过搁较安怎讲，囡仔是恁娘家的孙啊。你敢真正忍心看囡仔安尼艰苦？你想要借钱哦？无啦，走啦！大家怎讲？伊无伫个啦。我杨振奇小妹，伊讲伊有甲无认我这个新妇，嘛袂认我生的囡仔。伊佫讲借钱无啦，不管囡仔发生啥物代志，拢甲伊有甲无关系。那有人安尼啦？我唔是。你看到伊，我甲伊讲。喂。喂，请给嘛？我是春天小妹啦。哦，那你赶到钱，过来一个啦。我知影吼，你搁甲阮姊也生气啦。但是恁阿嘛是姓杨啊，敢讲你真正要见死不救？因咩代志啊？免甲我讲底啦，阮兜无钱啦。即马何进破病到安尼啊呢？杨振奇搁无要拆，恁杨家总是有人爱出来负责任吗？啊，我都无承认迄个囡仔是阮杨家的孙啊！啊，而且这个囡仔嘛是恁这侪个咪生。这一切哦，拢是家己做你来啦。喂，你是何清阿嬷呢？哪会讲这款话啦？好啦，莫再讲啊啦。靠着家己囡仔要来讨钱，唔免睬伊啊。嗯，了然啦。这钱吼，你先摕去用啦。过几日就要中秋啊。我袂用搁摕你的钱啊啦！你讲了无唔对，杨振奇，伊是应该负责任吗？袂用搁事事项项拢靠咱林家，快回去叫伊想办法。我袂用搁收你的钱啊啦！中秋哦，输甲无半仙。要食月饼。月饼啊，食细细种口味的，有王奶。妈妈，我靠，人咧烤玉米就香咧。妈妈，我巴肚呀。哎呦，我奶刚刚吞进饭啊。妈妈，我巴肚呀。好啦，你乖。啊，妈妈哦，来煮饭，等下就咱吃吼。哈，搁想玩呀，但是我想要吃烤玉米耶。我要吃月饼。妈妈，等下哦，妈妈哦，赶快煮好哦。
蒸一粒卵，啊，放起顶罐哦，啊，再淋一寡豆油，安尼哦，嘛足香足好食，好无？啊！恁两个乖啦，较早妈妈就煮好食互恁食啦。搁三通顿，你想摕钱转来无？无聊聊才知影转来，你是转来要创啥？你是转来要创啥？你转来要创啥啦？你怕啦？啊，今日是中秋，我嘛想要团圆啊。你搁知影今日中秋哦？你搁知哦？人是讲月圆人团圆，我嘛想要咱一家应该团圆啊。团圆，团圆，有啥物通团圆呐？你看咱家啦，剩到剩只个饭尔，会好真破皮。我昨个向小妹借钱，好真破病哦。你发烧，恁又甲无将警察负责任呐？你就甲咱顾外叫，啊！恁妈妈连家己孙拢无爱救啦。你有去找阮妈妈？我实在就有要去找恁妈妈。你敢知恁小妹甲我讲啥？伊讲恁尤高袂认这两个孙呐。囡仔是生是死哦，拢甲伊无关系哦，咱应该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啊，是我唔对啦。现在就有我叫你，我想来叫你，我想来叫你，这个人啊！你个囝，你是中秋，莫阁生气啊啦！我常常咧拿钱的哦，我都唔相信找无钱啦。我记下咱房间迄衫内底就有啊。你房间的衫你有晓过无啦？记得顶一届我晓了钱啊，即摆。哎，春妮啊，五块啦，你有看到无？我来甲你讲有钱，你唔信？你看啦，找到五块啊，搁继续找啦，一定有钱的啦。恁两个斗坐啦，看涂骹有人，咱林家家无啦。哎，春妮啊，春妮啊，哎，你看啦，搁找着啦。恁莫安尼啦，啊，一块嘛是钱。一条链啊，是阿妈传给妈妈的。当初结婚的时阵，莫遐尼啊善良交予我。希望我会当甲伊传予后一代。啊，不过即马，我算了，囡仔根本要饲袂起啊。我感觉咱甲破脸留予未来。够有啊啦！阿姐，你遐水狗啦，我看着，我看着，我看着啦，我看着啦。我看，我看。阿细声的啦，阿细声较重要啦。来来，我看着啦。妈。好对不起。哦，是是是，来来来来，春妮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十六块呢，春妮啊。不好意思哦。16块。谢谢，多谢多谢。喂喂。爸爸进来啦！好啦好啦，搁一锅汤啦，来。妈妈嘛没吃呢。我不爱吃啦，你紧吃哈。分给你哦。啊，你嘛吃一锅啦，无去枵着。囡仔吃会饱较重要啦，大人会牵咧枵，囡仔敢会牵咧哦？分给你哦，快点。无咱哦，大人啉汤就好啦，这泡面吼汤头偌好诶，来。唔是水看卖，真正啦！刚讲这两碗泡面，着咱中秋暗顿哦。啊，煞来你这边哦。哎呦，时到时等等啦，
无米哦，咱再来煮番薯汤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啊，连番薯都无，是要讲煮啥物汤啦？我应该那样啦。什么啦？你不爱提啥啦？你不爱提阮啊？是咧讲啥？我不爱提这条花链啊。你是咧讲啥啦？啊你，你这是你妈妈送你的嫁妆呢？这是阿妈传给我妈妈，我妈妈佫传给我。对我来讲真重要嘛，真有意义。你提提去转啦。稍等下啦。啊，你会感冒？啊，无要安怎？摕你这卡手机去转哦。啊，这玻璃是值偌济钱啦？对，玻璃是假，真心嘛是假。你哪安尼讲啦？啊，你这条链啊，若袂掉，就摕袂转来呢。我看也是卖啦。阿妈也袂掉，囡仔想要食啥物？啊，无用物嘞啦。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就付一点仔利息钱，啊，把这链仔吼暂时放咧当店的，卖互伊卖掉就好啊。啊，刷落来。啊，刷落来，等我月底领钱。早起把这个链仔领回来，我保证哦，袂让伊卖掉啦。保证？你敢哪样保我？你当时保证过啊？非得哦，莫去我囡仔枵着啦，紧去啦！我甲昨下庆丰吼煮做袂还佫卡一粒卵入去呢，紧出来食。啊，恁哪会这早起啊？哦，我今日要去一个新的工地吼找头路啦，我想讲较早起的，互头家看一下我的功夫的。你哦，功夫佫较好，爱跋筊嘛无效啦。我会改啦。拢好势，紧的啦。杨太太。哎，李太太，啊！你昨暗是甲我问讲有啥物工课通好做？对啊，啊！你敢有问着？家庭大工敢好？伊吼安尼较有法度兼顾家务甲囡仔。好啊，好啊！啊，啥物时阵会当开始做哈？今日就会使啊，啊无咱约十点，我找你开会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！安尼我连咪过去找你。好，啊我等你哦，我先过来哈。多谢呢。哎，啊！你是要创啥啦？你要做手工哦？对啊，啊加减赚一寡所费啊。啊，若无，要等你提一顿来，阮囡仔拢无饭食。袂啦，啊，我毋是甲你讲的，我一定会提钱顿来，你放心啦。莫去甲我讲这个啦，我去底底叫囡仔去。林俊，阿青，快起来啊！仔，头家讲今仔赶紧的啊，是咧急啥啦？啊，我脚手较紧，伊是毋知影哟。哦。啊，吹吹吹，是咧吹啥啦？吹。妈妈。我当时才会使甲哥哥做伙去上学。等妈妈哦，做一个月手工哦，你得当和哥哥做伙去上学啦，哈。哎，你稍休息一下。爸爸哦，去买迄车轮饼给因吃，哦，热腾腾的，热腾腾的，来来来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来。阿春妮啊，我食只点心的啦。恁吃啊，我搁无闲。哎呦！啊，你做这是咧创啥啦？哎，较细腻啦，莫甲我缀歹去啦。哎呦，
莫做啊啦！啊，做这是用去赚偌济钱啦？这一个哦，才五仙钱啦。虽然是赚无济，至少我囡仔袂去枵着。我才无想要伫甲厝内底伸长手。袂啊啦！你看啦，来啦，一礼拜薪水啦，给你啦。这样才差不多。这吼，你这两天的薪水啦。啊，你明仔吼免来啊。功夫艺术是干怎？做人的三流啊，较有效，迄叫做巧角。你是讲啥巧角啊？我知你看我袂起啦。你查某囝在外口咧干五袂来啦，我无爱听啊啦。好好啊，讲啦，啥物代志啦？哪会安尼？阮两个离婚啊啦。啊？啊，无是要安怎啦？啊，囡仔无妈妈，啊，我搁爱出去做事，我会用安怎？啊，无你回来嘛。我一路飘向海角，我一路流向天边，生命的际遇如此多变，或许一切只随缘，就像一朵随风飘逝的浮云，瞬息万变，片刻不停，又好像一曲诗歌的共鸣，又是高亢，又是低。